两位大陆专家，他们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，在昨天晚上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，然后因为他们昨天到的时候动物已经先睡了，然后专家他们非常的体谅，他们就说那动物睡了就不要吵醒他们，所以他们是透过监视器画面先了解一下大致上的情况，然后今天早上他们会再来进来动物园，然后会再详细的去探视团团圆圆他们一家。